是有老鼠还是蟑螂？什么？警消获报，社区一户人家冒出浓烟，随即赶到现场抢救。进门一看，里头确实烟雾弥漫，但闻起来好像怪怪的。臭死了！会呛吗？再见，拜拜。火警浓烟没少闻，但被警消嫌臭，还快步逃离的，到底是什么烟？后来的时候确定是水雾式的那个消毒剂，开的时候一出来那个味道真的是受不了。我从楼上咳嗽到楼下。答案揭晓，原来这户人家疑似放了水烟是杀虫剂，丢着不管就出门，烟雾窜出家门，邻居以为火灾，赶紧报警。三个消防分队人力陆续出动，才发现完全乌龙一场，超过40名队员白跑一趟。实际操作水烟杀虫剂，就算在空旷场所，味道依旧很刺鼻。警消也提醒，家里如果使用这类杀虫剂，几个要点必须注意。那使用完像食品类的器材。针对器皿类的可能要先清洗干净后再做使用，毕竟是杀虫剂，使用过后餐具或杯具都要加以清洗，使用水烟式杀虫剂时也得先关闭真烟器，同时在门口张贴告示提醒，以免像这户人家大闹乌龙，不止邻居虚惊一场，也让警消疲于奔命，浪费社会资源。这张喜游套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海皇 XO 干贝酱，这款干贝酱呢里面真材实料，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，那么另外呢，在这个里面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，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，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。